这个恋兄情结也太严重了吧！恋弟情结也不遑多让。对不起。你去冲一下澡，我等下载你回家。还知道道歉，不错。赶快去冲澡啊！在想什么？我在想啊，刚刚他们那个动作很不错哎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我才不要！为什么不要？嘘，小气。